记录世界，记录美，影像带你观世界。大家好，我是环球影像，我现在是在重庆的南川区，我今天是准备去拍一下南川的龙岩瀑布。龙岩瀑布呢又叫马尿水瀑布，大家导航这个名字都到这里了，但是下来这个路有点烂，泥土路，勉强可以开过来，但我那车开到那边一点，我停在那边了，这边不敢开过来。我们现在准备过去看一下，我现在已经在这个龙岩瀑布的下面了，但是我准备去龙岩瀑布的底部去看一下。我现在就在这个龙岩瀑布的下面，因为风很大，瀑布很高，那个水落下来以后被风已经吹到下面已经很小了，有时候甚至没有水下来。龙岩瀑布位于重庆市南川区的山前镇，这个地方叫马尿水村，所以龙岩瀑布又叫马尿水瀑布。它这里应该是属于金佛山景区的一部分，因为龙岩瀑布这里啊在网上也没有介绍，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给大家很详细的介绍这里。大家如果想来玩的，可以导航龙岩瀑布还有就是马尿水瀑布两个导航地址，导航最终的目的地就是这里。